下一个节目是玩转厨房。想同大家分享一款疏乎你喉鬆餅嘅做法，只要你屋企有砂糖、雞蛋、麵粉同牛奶呢四種材料，就可以輕鬆整到。我哋一齊睇下點整。工聯最新 YouTube 节目阿共 Channel 在 YouTube 等緊你啦，记得 CLSS 按埋个钟仔，留意我哋最新资讯。